据媒体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日前颁发关于规定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教育部队管理规定，对全军和武警部队提出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选秀类节目。近年来，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各大卫视为了拼收视率，在评委阵容上除了邀请歌坛巨星，甚至出现一些部队文艺兵身份的艺术家。该规定的出台严格控制了文艺单位人员参加选秀类节目，并指出三级以上文职干部不得成为将军或文职将军。此外，对于勤俭节约办晚会也提出明确规定，杜绝过度包装，铺张浪费。乐视娱乐整理报道。